这些药呢，都在这里了。这中药呢止血，西药是消炎的，所有的用量啊，我全都写在上面了。哦，周叔叔，谢谢你，这些药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！哎，别客气，我要早知道你们来我这儿，我就多准备些药品了。叔，这些已经不少了。 叔，我想打听一下，邱云和孩子的情况。邱云是被囚禁笼的儿子，开枪打死的。邱彪是吧？当时跟你们家沾边的亲戚乡民全被杀了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也不知道我那家方兄弟现在怎么样了。我爹也被他们抓了。 什么时候？就在前几天。现在生死未卜。彭英啊，你知道，你这个叔叔太窝囊，我帮不了你什么忙。我就把你们赖家被杀的几十个亲人，全部都集中在了一块，埋在了村西头。等你们打完了赣州城，我们再去把他们接回来。叔，你放心。 一定会有这一天的，叔。啊，你有西妹的消息吗？这……哦，我听说一个好心的人把她抱走了。那这么说，西妹还活着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 见到赖传珠了吗？嗯。告诉他赖叔的事了吗？我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。楚良，我想离开赣州。去哪儿？ 既然要走，就走得远远的。别开玩笑了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打算过两天就走。偌大的赣州城，除了赖传珠，就没有第二个人能留住你了。楚良，我想跟你要样东西。 什么东西？只要我周楚良有的，你都可以拿去。我就要这。
不比画更真实吗？小的时候，我娘总说我愿做白日梦，一辈子没出息。可现在，我还是改不掉爱做梦的毛病。多谢少爷几年来对青花的精心照顾，青花感激不尽。说感激的应该是我。谢谢你这些年来一直听我唠叨，我相信你耳朵都起老茧了吧。青花，你觉不觉得你有点亏啊？每天守着你，你能来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不，我应该把你赎出去，我应该给你个名分，我应该敲锣打鼓。少爷，你说的那只是个梦。不，这不再是一个梦。哼，它就是一个梦。叔叔，裘司令好。裘司令也是你叫的。幺儿，跟我走。我不走，这是我的家。可是他不是，跟我回家。我要娶她。啊？你要娶谁？娶青花。胡言乱语，女鬼怎么能当新娘呢？啊！为什么？把你的枪拿开。你现在走得有点远。裘金虎，叫叔叔。你不配。嗯，谁配？啊，供你吃，供你穿，把你捧上天。你给我的我通通还给你，我不稀罕。你以为我穿了这身皮就能成龙成虎成为你吗？你休想！你杀人不眨眼，你丧心病狂，很有正义感。你有良知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生在狼窝里，注定是一只狼崽，心是黑的，洗也洗不干净。滚！去死吧！喂，对，我是来串珠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上级命令我们马上支援红三军团撤退。旅长，给我打号。到到，马上集合队伍。报告师长，我们已经集合完毕。好样的，出发。
被包围了，快点溜车，来掩护，快！是。不，我们不能转移。我。是。执行命令。报告军长，杨梅渡八个团的援敌已攻破张江，朝我军背后攻来。此外，在赣州城内，六个团的国民党部队和5000多人的民团也倾巢而出，朝我军迎面而来。军委已命令13军团火速支援我们。通知部队向赣州以东转移。是。会是这样的结局。我不撤，老秦，你任务更重，快，赶快去转移伤员。你呢？放心吧，我比你想的力大多了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执行命令。是，同志们，跟我走。撤，快！那就恕我无礼了，旅长，把他给我扛出去。是，你敢？快点！赖传珠，你混蛋，你放我下来！赖传珠，你听见没有？放我下来！
撤！师兄，别怕，来，快撤！撤！咱俩给我撤！快！快！首长，杨树林，你的人怎么样？伤亡惨重，多亏老赖和老秦的敢死队及时赶到，我们才突围出来。赣州战役历时33天，竟然以惨败告终，真是耻辱啊！赖传珠呢？他还在掩护其他的人撤退。我把这个年轻人看清了，首长，撤吧，走吧，首长。铁打的赣州城吗？大康，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。据史料记载，赣州战役红军苦战33天，攻城不克，伤亡惨重，并丧失了扩大红军、巩固与发展苏区的宝贵时间，这是党内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所造成的恶果。赣州战役打完了，不管胜败，我们都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。这次战役伤亡很惨重，所以我们要把队伍重新整编。老秦、老杨，你们在这次战斗中配合得很好，我的意思，你们两个混编成一个队伍，具体保留谁的番号我们可以商议。杨树林的师是支老队伍，我的意见是保留你们师的番号。我反对。首长只是提出个意见，让咱们商议，你急什么呢？别争了，具体怎么整编听上级领导的意见。下面我们讨论一下最棘手的问题，那就是伤员的去留。我建议伤员的问题最好慎重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上级已经决定，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的把首长的指令贯彻下去。快，快来人帮忙！来了来了，快来人帮忙！来了，来，快来帮忙！来了来了，站！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快来人帮忙！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，哎，来了。哎，有那么疼吗？哭什么呀？我心疼，
这我就不懂了，咱俩伤的是一个地儿，疼的怎么不是一个地儿啊？周营长啊，您那儿听到什么消息没有？什么消息啊？我听说部队要把我们留下来，我们都成了部队的累赘了。你们这都哪儿听说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别的部队都已经开始宣布留队伤员名单了。人家宣布名单关我们什么事儿？怎么不管啊？下批就到咱们了。同志们，别人我不敢担保，就咱们赖政委是绝对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伤员的。嗯，你就这么肯定？废话，我是谁啊？别胡思乱想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去呀、啊。赖政委好。啊，你好，辛苦了。不辛苦。赖政委好。啊，赖政委好。伤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多谢政委。啊，好好好，休息，好好休息啊。谢谢政委。政委，啊，听说部队又要开拔了，你能带我们一起走吗？我的伤都好了。放心吧，部队不会放弃你们的。嗯。嗯，政委你好。哎，政委你好，带我们走吧。怎么样？我的伤也好了、啊、好好照顾他啊。哎，好的，谢谢政委。谢谢政委。啊，你好。哎，慢点啊。慢点。你今儿怎么有空来陪我散步啊？今天啊，正好没什么事儿，过来看看你。船桌。战争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生存空间，争取更大的胜利。作为一名指挥官，将军别无选择，面对一起出生入死战友的名字，将军的心如刀割一般。周营长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周营长，政委都跟您说什么了？营长，政委答应带我们走了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政委答应带我们走了吗？答应了吗？周营长，你再跟政委说说吧。怎么说，你跟政委也是从小长大的同学呀、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去找政委去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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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政委去。对，走，走，找政委。你们给我回来！
我有个主意。哎，什么主意？张军长，哎，船珠，来来来来，陪我下盘棋，坐，坐坐坐。哦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别愣着，坐呀、啊。刚好啊，我有一壶好酒。坐啊。哎呀，一个人下棋就是闷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呀、啊，快摆上摆上。哎，我先走。哎，我知道，你今天来找我，不是来跟我下棋的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我的心也不是铁打的。那就不留。马飞日，象走田，车来车往，革命啊，就是一盘棋。那也不能丢兵保将吧？注意你的措辞，船主。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张明，在你眼里。我不过是个头脑简单、粗暴武断、整天只会发号施令的纸老虎。张军长，这人的性格嘛，怎么能以对错而论呢？人无完人，将。嗯？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是个高人。这下棋的路线决定胜败，我太急功近利，早晚就是个败子。张局长，闭嘴，你要是再跟我说伤员的事儿，你今天就是第六个跟我讨价还价的带兵人。军首长已经明确下达了指令，伤员的事不要再说了。你要记住，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。我们这次转移啊，那是战略上的决策。留守的伤员，部队首长已经给他们配备了一切军需供给。我相信，我们早晚会打回来与他们胜利会合的。张军长，看来你不是在说酒话。我张明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，赣州一仗你救了我的命，我得谢谢你。还提这个干什么？船主，我心里痛呀，几千个兄弟就那么没了。心里难受。赖政委，老子受够了。不该打的仗老子打了，不该死的兄弟我也死了，不该撤的编制老子也撤了，还想怎么着啊？要我丢下伤员，扔下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？赖传珠，我告诉你，老子不干。我就是背着扛着拖着也要把我的兄弟带走。一句话，我的伤员老子一个不留。
老秦，难道我不心痛那些跟我们出生入死的战友吗？可这是上级的命令。老子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的。你是军人，军人的天职就是执行命令。去你的命令吧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老子的人一个都不留。老秦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的伤员到底留还是不留？不留。你呢？一个也不留。王八蛋，今天老子告诉你们，我是来给你们当政委的，不是来给你们当孙子的。我命令你们两个，伤员你给我留也得留，不留也得留。你们两个以为我赖全柱是冷血动物吗？就你们知道痛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次我们忍痛把伤员留下，那不是放弃，是因为还有更重要的，那就是留下革命的种子，稳固和发展苏区革命根据地。我现在再强调一遍，伤员的事情是上级的命令，道理已经给你们讲清楚了。是谁的伤员，谁去做工作吧。在我一生的斗争生涯中，战友这个字眼是最为珍贵的，况且是我的同窗学友和生死之交。此时一别，不知何日再能相见。我多么希望能再一次并肩作战，驰骋疆场。这是我们少年时就为之神往的约定。此时我忽然明白了大康的用心，他是故意回避这样的告别，他要用无言传递给我一个必胜的信念。
去看看吧。老赖，别看了，走吧。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，1934年10月16日，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瞩目的25000里长征。也就是这一天，赖传珠将军的日记开始了他新的一页。从这一天起，将军日记逐日记载，从不间断，直到他的晚年。日记共计60余万字，为中共党史和解放军的军史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。1934年10月10日，我被调到红一师任政治委员。上任的第二天，我奉命率部由宽田南部的龙泉坝地区集中。15日，接到红一军团首长关于战略转移的命令及行军路线图。从行动的规模，我预感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战略转移。我们的红军也许将面临重大的抉择。从登上井冈山那天，我所有的一切已经和这支队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那么，这次战略转移也将是我人生命运新的起点。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这一页页的日记将是我留给后来者的足迹。10月19日起至11月15日，我红一师和兄弟部队一起胜利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3道封锁线。12月2日午夜，我受命率部掩护后续部队强渡湘江，保障全军突破敌军第4道封锁线。在角山与敌激战后，因敌优势，我军数次受到敌包围和冲击，损失颇大。1935年3月15日，红五团在鲁班场战斗中伤亡较大。16日，我奉命回到红五团任政委。寂寞又一村，山花独自开，娇艳无人赏，红军踏歌来。司令，您上车吧，您这样是追不上共军的，还是请您上车吧。司令您还是上车吧。司令，跑别说样都长两条腿，我们就跑不过那帮共匪。告诉兄弟们，扔掉行囊装备，轻装背起，火速前进。报告政委，我们与中央纵队相遇了，中央纵队从前面通过，因道路狭窄，我军行动缓慢。命令部队停止前进，给中央纵队让路。是。还有，通知团长和营长们到前面开会。是。
我们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的拖延时间，掩护中央纵队安全通过。我看这肯定是赖传柱的全部兵力。命令，部队全线压上，调集三个团轮番攻打。